进攻时间剩下四秒 ，Tyler 在禁区 power play， 6-2，现在取得领先。这球做出来给到陈国维 for three， 这球再回给 Tyler， 阴错阳差到简浩手上，简浩出手，弹了两三下，简浩的舌头又吐出来了。哇！李维哲，这球切入拉杆，哇！被彭君彦突破，再交给篮底下给 Tyler， 球掉，但毛家再救回来，毛家的 buzzer beat。哇哦！陈国伟的 fadeaway， 陈顺祥背筐单打劲甩 and one， 帮忙做掩护，毛家安在弧顶飙三分，进 ，it's good， 遥远祝福。陈立焕看起来要找泰勒，找到机会了，有了。吴源把球给抄走，快攻机会，林金榜。节奏放慢，陈顺祥的经验非常的好。Double way 漂亮的闪身出手得分，简浩切入上篮两分，回到璞园的进攻差点失误，蔡文成拿到，蔡文成转身放进两分，基本上是非常的低迷的。彭俊彦收球到哪里下净算，来造成了犯规。哇，塞了，又是一个空档机会，再次的扣篮。毛家恩要利用 Sider 的掩护，中底线把对方给顶开，出手进。吴源最后在第四节打出一波25-8的反弹，也使得在这场比赛的最后由吴源的赢下比赛的胜。